Hello, 大家好，我是大温房地产销售统帅，同时呢，我也是这个世界顶级开发商 Westbank 的最顶级的销售大使。那么今天晚上这活动呢，就非常非常的特别。首先先给你看一下，哇 ，House Concept， 好漂亮啊，这个简直就是限量版，我已经收到了，因为我是他们的大使，所以有这个。紧接着呢，我想带你们来看的呢，就是在中国年，他们对中国年有多么的重视。今年呢是一个龙年，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日子，因为今年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 sales， 还有不管世界各地所有的客户啊，还有是全新的客户，他们对 Westbank 都会有一个新的认知。来，过来一下。Thank you。哎。好，在这边比较安静一点，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呢，我们这个酒店呢就是 Pacific Rim， 那么也就是 Westbank 顶级开发商他来建造的这个 building。因为在温哥华的香格里拉了、Palace Garden 了，还有对面的这个 Rogers Building 都是他来建的。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始人 Ian Gillespie 先生会跟大家介绍整个2024年的市场走向。那么在这里呢，你也会碰到咱们大温非常牛的地产经济，还有各界的人士啦，金融方面啦，还有呢就是开发商他们的 supplier 啦，还有就是有一些顶级的客户也会在。总之呢，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学习过程。And then I just really excited about coming back to Oak Ridge as the homeowner with this like bigger, much bigger, much better, better version of the Oak Ridge. Till 现在呢，这个 party 感觉要结束了。我今天非常非常的开心。第一呢，我碰到了我很多很多的朋友，还有经纪朋友，还有呢就是这个 Westbank 最牛的这个 CEO， 他的每一句话呢都能讲到你的心坎去，而且他的的确确会教你很多东西。我呢就是 Ian Gillespie 的 fans， 还有我们的经纪也是，因为跟着他的确打开了这个世界，打开了你的这个 vision。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在这个龙年呢多迈橡树岭，让更多人拥有这个最有价值的建筑。好，对橡树岭感兴趣，对 Westbank 感兴趣的，不要忘了跟统帅联系，好，给我留言，拜拜。关注杨雷，让我们一起打制年薪百万的你。